二次小屋合宿，学长们迎来了卡路里的一天的挑战。在健身房一番燃脂过后，学长们将回到小屋吃健康午餐，补充能量。你说你的剧情，我不想上演，逼着的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。哇哦，我说运动完之后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。现在我急需一瓶无糖可乐。饮料我要喝可乐。你好爱喝可乐。我超爱喝可乐。这是我续命的东西。五十分钟你的下颌线从这个角度变成啊，对对对，我的逐渐锋利的下颌线，我的二百多卡路里全消耗在这里了。对对对，小齐的下颌线的这个也进化过程，消肿全流程，你的脸就是这样的，就从一个饱满的脸到了逐渐有这个棱角。此次消肿总共消耗了200卡路里。哎，真的，兄弟们，把它调的那个自由训练模式。他现在还在训练呢。对，就是你刚热身完嘛，这才是热身完，你的心率还是在保证在100。热身完，我们刚才这是在热身。你管这个叫热身，凯，我已经拼尽全力了。确实，我们的拼尽全力就是凯凯的热身。没有没有，我刚才已经。加油啊，石凯，我投了你。哈哈。恩琪，你加油，我投了你啊！啊，文涛，加油，我投了你。其实我投的是你。好。我定个数，下午都不要动了，凯凯，满场跑。下午到足球场，你先围着跑，足球场跑五圈。后场直接到前场。不，我是定点射门，球到我这儿我就是一脚。你就是那个球，你得满场跑。球可以不动，但你得跑。你必须要动。人球合一。C 凯。我叫 K 罗，下车，走 ，Let's go。不练手臂，因为你练胸肩基本上就带到了，手臂就带到了，就胸肩，然后背和腿。哦，哇，什么？这么香？这么多菜吗？这么多凳子吗？咱就五个人，所以咱凑近点啊。对啊，来嘛。这样的话，我把这个菜我们往中间摆一下，你把菜往中间摆一下，对吧？对，别买一排了。不讲究美观。对，不讲究美观，咱直接摆。这样围着这样一圈。可以，合适。齐活。来嘛。要整就整，无糖的。搞个冰块。来，帮我拿一个。我来一个甜的。搞个冰块块。有什么小甜水吗？还有些什么？小甜水，鲜橙多要不要吗？我随便来一个小甜水。有没有有糖可乐？没有有糖可乐，那就无糖可乐。小冰块，那个火到起，直接起飞，兄弟，爽！哟，还有冰杯哦，还有很多，有很多冰杯吗？应该还有，品质一下上来了。可以 DIY 的感觉，哦，这么快乐，来整个冰美式，是吧？我说喝完可乐再喝咖啡，先喝可乐再喝咖啡啊，冰块不能浪费的吗？这么专业，反正都是咖啡因，都是咖啡因，气泡美式，可乐美式，你看这小冰块整的，这声音好自由。这个鸡也太补了吧，跟你那个中药不相上下，比我中药猛一些，感觉这个，他感觉吃的要飙鼻血的那种。哦，全是优质蛋白，兄弟们。咱们给他，我这要给他就是给他弄碎一些。算了，大家上手吧。好了，我们吃一会儿，我们就换菜哈。好呀，这是八宝鸭吗？这是 chicken， 八宝鸡，八碗了走，那我拿这个吃，可以，
我这里面鹌鹑蛋好好吃，炒有点咸，炒有点咸。那晚上你给大家露两手啊？露不出来了，手还是可以露的，手已经全部伸出来了，手已经露出来了。你在这儿蹬到200多干什么？大家都想吃你的饭，小七。因为我下午动不了了，上午已经花光了所有运气，等下午结束看能不能上300了。我有点透支消费了今天。很饿了，嗯，太饿了。那这个是鸡汤吗？鸡汤，早知道先喝汤了。嗯、你别只剩骨头了，哥。没有，家长都是这样的，自己啃骨头，好东西都留给弟弟们。把鱼头给我，把鱼头给我。我刚才弄乱，咱们大家一块儿搞一个。但这勺子不行，我拿筷子。拿筷子，筷子来，直接筷子搞，大家。这全是好肉，这里没有了，这是肋骨。嗯，反正肉都快。里面不会还有糯米吧？哎，糯米给？没有。没事，婆婆，没事，你夹出来。直接拿你把肉夹出来以后，咱俩在这撕嘛。其实鸡皮很好吃，就是怕。对呀、啊。什么皮的都好吃，嗯，鱼皮也好吃。那我吃点虾皮。涛涛，来，优质蛋白，咱俩换，是吧？牛肉可以，优质蛋白换优质蛋白。这个感觉好看多了，可以。打碗汤，打碗玉米排骨汤喝。要玉米吗？要，不要排骨。啊，刚刚谢谢。拿起来，咱俩就把这个分了。分了，来嘛，你拿去嘛。鸡腿，这太多了，主要是。你把肉啊，下面全是骨头，都你挑过去嘛，怎么动？你拿过去吃，你吃得完。努力吃一吃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怎么了？这鸡肉真还挺好吃。对啊，好吃啊。那炖的真很入味。嗯嗯，而且它鸡里面有那个红枣味哈。嗯。红枣啊，还有枸杞、桂圆啊什么的。桂圆，嗯。这样我们把中午饭留一留，晚上热一热。可以。哇，你太聪明了。好。我今天看谁敢收。今天下午守卫战。保护鸡腿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是，牛肉炒芹菜盖饭。盖饭是吧？豆干五花肉盖饭。螺丝盖饭，嗯，炒白辣白菜盖饭，辣白菜，鸡肉盖饭，好，齐了，鸡肉盖饭，啊，汤泡饭，完美。那我把这个鸡爪子拿去看，抓钱是吧？嗯，讨个好手气。我还很想吃，但是我感觉我已经饱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你喝水喝太多了，你又在那喝冰可乐，早上先又喝冰美式，现在又喝汤。对啊，水加快新陈代谢。这么卷吗？我猜世凯绝对投了自己。世凯拼了。我投曹文琪。我不信。我投了曹文琪。反正我投文达。我投谢思君。吃个饭消耗了70卡路里，真的假的？70，我现在消耗69了。那是为啥呀？你吃的比较猛，你刚手撕鸡肉来着。你是缓不过来了是吗？缓不过来了，心率持续100多。直接就是热身好了以后，就是现在一直在燃烧脂肪，现在疯狂燃脂。嗯，跳了个燃脂操一样。